跟小孩说点话啊！啊啊！快点脱鞋，把鞋换上。我是前脚出差，你们是后脚给我搞政变，对吧？ 解释啊！我以为大姐跟姐夫那么着急让妈和小明搬过来，为老人着想呢。没想到我再一回飞梦就变成那样了。你的意思是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吗？是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你是不是好歹应该告诉我一声啊！我是想告诉你来着，这两天妈和小明事儿也特别多，我也得一件一件办啊。 再说我告诉你能回来呀，就算你能回来又能怎么样呀？啊，只能让你更担心啊！飞梦是你的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这事我不干涉，我保持沉默。你保持沉默？你是我老婆，你沉默得了吗你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呀？ 啊，那是大姐和姐夫，你总不能拉出去给他们毙了吧？拉出去毙了也是应该的，哪有他们怎么干的？我怎么对待他们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怎么做的你都看着了吧？这成什么了？农夫和蛇对吗？我对他们那么好，然后背后给我捅一刀子，什么叫背后捅刀子？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我怎么难听了？人家就是占你地盘了，是不是？ 你回头收拾出来，那么走不就完了？你没进里边看是吗？收拾的出来吗？当时说的好好的，对吧？说就这一杆的这一块门口这一点儿是他们的，剩下是我电脑公司的。现在好，他们的东西整个全都给铺开了，我电脑公司怎么开？我飞猫还要不要了我？喊什么呀？